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今晚我们要进行的是狼牌特区杯梨园春2017雷响中国年度总决赛成人组的比赛。今天是腊月26，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戊戌狗年的新春佳节了。过春节送春联儿，今晚咱们就送大家一副春联儿，贺新春，好吗？好啊，没问题，送春联是吧？哎，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啊，你看狗年又称旺年，咱这个春联里面必须得带一个旺字儿，而且我们今天是总决赛，这内容里边得有总决赛的意思吧？必须有啊，是吧？来吧，这个对于我来说小意思。来来来，咱先说上联，好不好？好，来来，上联来，官方来吧。啊，听好了啊。梨园春，名家荟萃，德高望重，共唱梨园春天。好，好，哎，那接下来下联呢，肯定没问题了。来吧，这下联我擅长，好不好？来，赵亮下联。好的，我试试啊。擂台赛，强手相碰，地望人杰，力夺擂台金奖。好，哎，好啊。横批该你了吧？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给我。横批就是胜利在望。好，我们祝愿所有的选手都能够赛出好的成绩。我们今年成人组金奖的大奖是什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现场的刘文。我们参加今晚总决赛的六位成人选手，按照抽签分成三组进行1对1的比拼。在这儿呢，还是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你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梨园春的官方 APP， 为您喜爱的选手投票了。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我们将从所有参与我们场外投票的观众中抽取幸运观众，有一份礼物送给大家，祝你好运。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第一组对阵选手。我是一名刚刚退休的社区民警，从警30多年。戏曲不但帮我处理了无数看似繁杂的邻里纠纷，很好地推进了社区警务工作，更活跃了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可以说，这个戏曲为我们搭建了一座紧密心贴心的桥梁，能通过戏曲让我们的辖区更和谐、更温暖、更有活力。这是辖区居民的幸福，也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畅林。我是一名从事河南曲艺的青海姑娘，从戏曲到曲艺，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两种传统文化的滋养，触摸着他们的各美其美，感悟着他们的和而不同。我明白自己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作为一个90后，能让传统文化成为青年的新时尚出把力，这是我最幸运也最幸福的事儿。我是段晶晶。哎呀，
娶不娶我有他有，今生一将终身无，来世我再也不怕。选手唱的都实力太强了、我们常说看戏看袋啊、你看我们成人组第一组上台打头阵的就是两位女将、人美戏好开门红，先点个赞吧。为了在这个总决赛中能有更好的士气，争取更好的成绩，今天两位可都带来了重量级的亲友团助阵。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有请二位老师。哇，这个一看啊，都是我们河南戏曲乃至中国戏曲重量级的人物。这一位我认识啊，不用问哈，豫剧第一小生啊，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也是我的偶像啊啊！今年王老师已经74岁了 对，晶晶呢就曾经是王希龄艺术学校的一名高材生，而这位老师呢，赵玉清老师被誉为淮邦之花，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邦的代表性继承人，今年已经79岁了。赵老师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我们的淮邦，79岁了还学会了上网，在网上和年轻人交流，而且还经常带着我们的淮邦进校园。赵老师和我们昌林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在舞台上认识的，昌林非常热爱喜剧、
唱到我家还想学会蹦。他不但戏唱得好，人品也非常好，在工作上他是个好干警，爹娘面前是个好闺女。那西林老师，你也夸过您的学生吧？他是一个才艺，不单是戏曲唱得好，而且曲艺唱得也好。一个90后的孩子能对咱们的传统戏曲、传统文化这么喜爱、这么追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应该给静静点赞。哎呦，这看见没有？这不光是两位选手 PK。今天两位助阵嘉宾老师也 PK 上了。哎呀，总决赛嘛，比赛很紧张很激烈，这两位只有一位能进入我们下一轮的比赛。怎么样，两位老师，你们也演个什么节目给他们助助阵吧？中，咱来个豫剧坏榜亮下坡。对，一见桃李满天下，为我们的戏曲培养更多的接班人。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19大的时候，习总书记说这样一句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我今天在梨园春的这个舞台上，我充分感受到了文化自信。这都是唱的我们民族文化，唱的都是豫剧、乐调、这个淮梆。哎呦，我好感动！这个地方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是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灵魂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所有爱中国戏曲的人，当评委的、当观众的，全都是骄傲的。我们为此鼓个掌吧。今天段青青表现不错，因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的进步，我看到了你对戏曲的热爱，我支持你。畅林，你进入状态很快，声音的穿透力，而且这种饱满程度真的很好，把人物的这个内心刻画得比较到位，我是比较欣赏你的。同感同感啊，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戏曲也好，曲艺也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们也希望在我们今天当今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多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今天要过年了，看一看，我们希望以后多穿一穿长衫，多穿一穿旗袍，年轻人在办婚礼，我们多一些个中式的元素。我们在舞台上，我们多听一听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管是豫剧、是乐调、是京剧、是黄梅、是曲艺、是大鼓、是相声、是评书，这都是我们的瑰宝。让我们的年轻人就应该按老祖宗给我们在骨血里注的这种基因去发扬、去光大吧。我要说我爱你，我们的中国文化。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我们要二选一为两位选手来投票。首先我们为1号选手畅林来打分，来，请打分。
畅林的目前现场支持率是381票。接下来我们要为二号选手段晶晶来投票，请打分。好，段晶晶现场的支持率是365票。接下来我们要叠加场外的打分，截止到目前，通过我们梨园春的官方 APP 和梨园春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的场外观众达到了24万人。我们按照分值的比例，以100分为满分，要按照他们在场外的投票进行百分比的叠加。来，我们看一下场外的投票。好了，畅林，51.02%支持51分，段晶晶48.98%支持49分。我们叠加场外的打分。好，那么畅林，现在目前的分数是432分，段晶晶目前的分数是414分。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二选一，每一票是50分，李树建评委。段晶晶为段晶晶加上50分，吴晴评委段晶晶为段晶晶加上50分，周伟段晶晶为段晶晶加上50分，50，肖佳玉老师段晶晶50，畅林50分，黄天真老师畅林50分，范军老师畅林50分，段晶晶614分，畅林582分，恭喜段晶晶进入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同时，我们也祝贺畅林成为我们本年度的铜奖获得者。我从小就喜欢清洗，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和自己的偶像一样站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追逐梦想的人更是幸福。我是张有才。我来自评剧的发祥地天津，可以说是从小听着评剧长大的。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评剧带给我不一样的希望和力量。来到梨园春，让我体会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乐趣，更让我感受到推广评剧的成就感和使命感。能为评剧的推广奉献一点自己的力量，我是幸福的。我是高玉娟。我的手
坐着那北马塔，是湖南张王，活着多是芬芳的，无有人下手啊，我无多是无端山上解马求道，我记得我记得被盘虎狮子把脚啊。抽中了高玉娟，你是啥心情？我非常自信。呀，这是志在必得呀！这是什么意思啊？玉娟姐，她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是吧？怎么就抽到咱们，她就更自信了呢？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大自信，我已经把她战败了。但是呢，她从复活选手居然杀进了决赛，我不能大意，所以我这次更谨慎，更认真。今天这二位的自信从何而来？因为他们两位请到的助阵嘉宾太厉害了，谁啊？我们就不卖关子了，来，掌声有请。哟哇哟哇，是牵着手上来的哟，刘老师。哎呦，把您二位给请来了，这是。哎，我得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豫东红脸王76岁高龄的刘忠和老师。哇，欢迎刘老师。哇，
我身边的这位我也要重磅的介绍一下，74岁高龄的豫剧降服调大家孙映雪老师。你先别咳，介绍这个小雪啊，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别，叫什么？叫什么？小雪。哎呦，1958年，我们是咱河南省这个戏剧学校的第一班，是我称为五八班。我和小雪，我们两个是师兄妹。今天你看，来为我们唱豫中调的张有才来助阵，刘忠和老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孙老师，您来为唱评剧的高玉娟来助阵，这个我有点想不明白。我从河南省戏剧学校五八班毕业以后，又到天津戏剧学校去上学。我有幸拜在了评剧皇后辛凤霞老师的门下，从北京到天津去演出。我人还没到，辛老师的文章已经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了。他拜托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支持我，喜欢我，老师对我的厚爱，我终身难忘。咱们这位天津的选手来咱河南李二春来打擂了，咱当然得给他拉拉票了。孙老师，你这拉拉票你光说那不中啊。我说叫我这小雪妹子用河南豫剧降服调唱一段花为媒怎么样？行啊。我是汪东城妹子啊。看到台上的老艺术家
心里真的很温暖。就像孙映雪这样的老师，70多岁的人，这个嗓子，那种甜润，舞台上的表现力，我希望更多的老艺术家在梨园春的舞台上，把他们这身好武艺、好本事传给我们的后人。欧宇娟，好像今天是第一次扮上，对吧？特别的好看，往那儿一站，没有别的，就一个字，美。演员的台上最高境界呢，是说要像唱一样，唱要像说一样。哎，他们两位今天都有这种感觉，虽然他前面唱了很多，但是他唱得很流畅，有那种味道出来，这种感觉是我很欣赏的。有才，唱得很好，你很有穿透力，再一个你这个有继承有发展啊，你的嗓子呀，嗓子条件非常好。但是我你提一点，就是你这个吐字不清，你听听刘老师这个唱腔，他虽然里面有带有好多花音，但是他的吐字是非常清的。你今天吐字不清，吐字不清犹如钝刀杀人呢。哎，这方面以后呢你要再讲究。两位老师站着我就不好意思说，我是想说啊，看了刚才我跟李院长一直在分享，我觉得豫剧确实是属于一个博大精深的这么样一个剧种，京剧博大精深，在于其他的地方戏我们也比较少用这种词，所以我每次看到豫剧舞台上这么绽放的这种精彩，我觉得是很多地方戏要深深的向他们学习的这种，这是我说的，要是对豫剧的敬仰。其实吴琼老师，我们早已经把你作为我们豫剧的一份子来看待了。那我还得要很好的努力，要向各位老师学习。谢谢两位艺术家，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掌声环节了。首先是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请大家做好准备，来为张有才打分，请打分。支持率371分。接下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为高玉娟来打分，请打分。好的，高玉娟获得的观众支持率是388分。好的，现在请叠加我们场外观众的支持率，张有才43分，高玉娟57分，请叠加。叠加之后高玉娟领先。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二选一，每人50分。50分，李淑建老师，高玉娟加上50分。吴琼老师选择的是高玉娟，为高玉娟加上50分。周伟老师选择高玉娟，再加50分。小香玉老师，高玉娟，再加50分。关东天老师，张有才，为张有才加上50分。汪全真老师，您的选择，高玉娟，再加50分。范军老师，您，高玉娟，再加50分。张有才464分，高玉娟745分。我们祝贺高玉娟顺利的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同时也恭喜我们的张有才获得我们2017雷响中国的成人组铜奖。我是一名骨子流紫萝卜，经常在一
啊，亲生子，亲生子啊！遭人唾骂，死推全，为救孤，我忍辱海沟，忍辱海沟。元帅，想当初若不是本王上殿奏本，你哪里来的这三官招讨？从初赛开始，每次来打擂啊，都有强大的配戏阵容。今天可以说是个升级版。你看，一位呢是大爱剧团的团长明星擂主李新武，哎呦，这位呢是大爱剧团的明星擂主，我们的副团长陈启。但是有一位，就是你在唱的过程当中，我在台下一直琢磨，看不出来是谁，就是站在这边的八王千岁啊。哎，这是豫剧的三派名家苗文华老师。哎呦，这说实话，你不说真认不出来呀。大家都没看出来吧？秦山啊是河北人，今天苗文华啊就是以半个河北老乡的身份来为老乡助阵的。你看看这阵容强大，我们啊啊，来，我们也谢谢两位团长啊，谢谢。要说起这个老乡助阵啊，今天我们石贵大叔也带来了一位重量级的老乡。谁呀？小皇后。来来来，有请石贵大叔和红丽。太子抬
起头来让顾客来，长得真带劲儿。哟，皇上长得怪排场的。咦，那个我说呀，你看看这皇后跟皇上俩人都对上眼了，要不然两位唱上一段怎么样？老乡祝老乡，天下戏迷是同乡啊、哎、再次感谢文华，感谢我们的红丽。就是刚才我看完六位选手的演唱，感触颇深，再加上有几位老艺术家都来助阵，我就感觉什么呢，梨园春啊，我刚才跟湘玉姐还在说功德无量，真的是功德无量，能够把我们戏曲的这样的一种传承，通过这二十来年的努力，能够从上至九十高龄，下至两三岁四五岁的娃娃，这个传承这个力量了不得。另外一个在哪里呢，这种凝聚力，不光是我们本省的这些艺术家们，我们一些别的剧种，省外的其他各个剧种的一些艺术家们也都凝聚在这个团队当中，这个真的是我这么多年的一种感受，今天我由衷的提出来，我们要把它做大做强，我们欢迎各个剧种的好朋友们，欢迎各个省份的好朋友们，乃至我们在国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都来到梨园春的舞台来一展风采。我们请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二选一，为两位选手来投票。首先我们为一号选手石贵大叔来打分，请打分。大叔的分数是387票。接下来我们为二号选手秦山来打分，请打分。好，秦山的分数是368票。好，
接下来我们要叠加场外李元春 APP 和李元春微信公众号的投票。截止到目前呢，在场外已经有24万人参加了我们的投票。我们看一下场外的投票。我们来看一下实惠58.59%，59分。那么秦山41.41%，41分，叠加他们两个目前的场外支持率。好了，那么石贵现在是446票，秦山409票。接下来我们要请现场的专家评审团二选一进行投票，每一票是50分。范军评委，你的选择。石贵加50分。汪晨晨老师，石贵50分。关东泰老师，秦山50分。小香玉老师，石贵50分。这位老师，秦山50分。吴琼老师，秦山50分。李书建老师，石贵50分。我们恭喜石贵大叔进入了我们第二轮的比赛，同时我们也祝贺秦山荣获了我们2017年度梨园春擂响中国的铜奖擂主。